黄光熙终于退伍了，其日一早穿着军服在首尔现身，并向现场众多的粉丝及媒体打招呼。真的是辛苦你了啊，好不容易退伍了，最想要见到谁呢？무한도에서무한도전무한도전멤버들이그렇게보고싶었다고아니또군대에서같이또지금생활하고있는네그절친인지니씨가있잖아요 우리지니씨에게한마디한다면요 잘지내고많은친구들다있는데지영이한테아또있습니다또못됐네정말왜요왜요뭐가못됐어요군대에있는친구들얼마나많은데그렇게하십니까또있습니다저또나와요아옥티겐을임시하고영배하고다있는데네지용이한테만콕집어서그냥그다음질문이임시하시였어요 군에서지금열심히복무하고있는네모든국군장병들너무감사드리고네항상힘내시기바랍니다哎呀，当兵完这综艺感还依旧呢，那就一定要问一下，当兵的时候哪个女团成为你的动力呢？ Blackpink。블랙핑크 yeah. 아 yeah. 막춤도추고그랬잖아요 yeah. 어떤춤을좀췄나요블랙핑크네블랙핑크제가한번좀듣고계속필요한데빛이나는 solo 看来也是有在追最新的歌曲呢那么之后活动计划是什么呢앞으로활동계획은여러가지예능에서여러분들께좀재밌는모습보여드리겠습니다再次恭喜你退伍了也期待你之后的发展哦 Thank you.